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持续为台岛周边举行联合利剑2024A 演习，岛链内外一体联动，开展舰机协同、对海突击、对陆打击等科目训练，检验多域协同、联合打击等实战能力。东部战区部队将以坚强的决心、坚定的意志和强大的能力，坚决打击台独嚣张气焰，坚决粉碎一切分裂图谋，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闽东某训练场，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火箭炮车已经进入到发射阵位。作为联合利剑演习的重要火力单元，陆军火箭炮兵他们的作战优势是远、准、猛。那么接下来他们即将对目标区域进行第一波次模拟火力打击。军新式作战力量，我们火箭炮兵打得远、打得准、打得猛，能够对作战目标实现全域全时火力精确打击。只要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一声令下，我们随时做好战斗准备，坚决消灭一切台独分裂势力。现在是5月24号的上午11点，我正跟随东部战区海军义阳舰编队在台岛北部附近海域执行战备警巡任务。今天的海况很好，沿着我右手的方向，也就是在我舰左舷大概22海里的地方，就是号称台岛北部门户的彭家营，它就像两座山丘远远地矗立在那里。那与此同时，在我舰左舷大概3海里的位置，就是台珠江号巡逻艇，它正和我舰同向航行。但现在义阳舰全体官兵正以昂扬的姿态，随时准备迎接一切可能出现的任何情况。今天我们立足实战复杂背景，在战区联合作战体系支撑下，为台岛西南海域组织舰机联合反潜、钓鱼战控等科目演练，与台岛以东海空兵力进行远距离组网建练，共享目标态势，密切战术协同，对重要目标进行联合打击，对关键要道进行夺权战控，贯穿全程开展突发情况迅疾处置，有效检验提升部队执行任务的能力。体系支撑下，我们迅速完成空中战术编组，岛链内外联动，构建协同一体的训火链路，先手抢占优势，精确打击目标，进一步锤炼协同配合、态势感知、临机决断等实战能力。参加联合利剑2024A 演习的火箭军某导弹旅数十架发射单元已经占领发射阵地，阵地上雨势不减，官兵士气高昂，动作娴熟，正在进行发射前准备。
确认任务后，全营官兵摩拳擦掌，斗志昂扬，紧接完成导弹武器准备，进行多波次模拟火力打击。我们全时保持高戒备状态，箭在弦上，闻令而发，坚决完成这项任务，坚决挫败任何形式的台独企图。